一，坐椅子。当我坐上第一把椅子，我是船长。我把船开向大海，穿过大雾，穿过海浪，不怕危险，我和海盗作战。当我坐上第二把椅子，我是飞行员。我飞向月亮，月亮冲我微笑，一步一步走来欢迎我。当我想当老虎，我坐上第三把椅子，我向妈妈啊呜啊呜直叫，姐姐对我说话，我根本不理她。当妈妈走过来，叫我到桌前吃饭，我坐上第四把椅子，我又成了小男孩。